现在呢要来做云朵蛋。那云朵蛋非常简单哦，就是首先呢你要有蛋哦，然后呢把它敲碎以后，把蛋白跟蛋黄分离，然后蛋黄呢尽量不要破。蛋白的部分呢，我们用搅拌器直接把它打发，都可以设定它的管束。既然要自己吃的，可以加一点盐巴，加一点就好。蛋白打发，基本上呢，我是喜欢让它把它打到像咖啡奶泡那种感觉。OK， 然后呢，将打发的蛋白哦，把它放到烤盘上，想要有云朵的感觉，给它敲，用完呢，桑桑。然后呢，最后在这个上面哦，压一个洞，把我们的蛋黄放上去。OK， 这样子呢，就可以直接进烤箱了。那么现在呢，就来先试吃一下我们的鲑鱼排。你看它缺了一个角，因为我刚刚已经先偷吃。然后呢，我们鲑鱼菲力呢，搭配我们刚刚打好的那个烤好的那个云朵蛋一起享用。它这个菲力真的蛮厉害，它这个鲑鱼啦，你看我的皮呢，这边煎的脆脆的，吃起来，我不吃原味，我撒一点海盐而已。它那个油香哦，真的有一个牛奶的味道。嗯，而且搭配那个皮，真的皮呢焦糖化以后吧，有一个嚼劲，跟它那个入口即化的鱼肉呢不大一样，两个层次，好吃。我觉得它原味就蛮好吃，我要留一点给那个林奈来吃。不能吃太多，但是我现在非常期待，就是我们现在的双重奏。这一边是鲑鱼菲力，这一边是我第一次试做的云朵蛋。先吃云朵蛋，好奇它好像棉花，真的是棉花，这口感好酷哦！我加了一点盐巴，所以它有一点点味道。然后呢，它吃起来真的，哦，这个好好吃哦。就是一个咸的棉花糖，就是那种感觉，而且有一个蛋白的香味。然后这个鲑鱼菲力哦，极品。如果以牛肉等级来讲，它就是鲑鱼里面的 prime 顶级的。我加一点迷迭香去调味。觉得不要加迷迭香比较好，因为它这个肉质哦，迷迭香的味道抢走太多它肉的原本的甜味了，可惜。我觉得这个还是吃原味比较好，加一点点海盐就 OK 了。哦，好吃！欸，这个云朵蛋不错，我要常常做。啊。